各位晚上好，又回来见面了，吉林法乐园。今天的主题还在初阶国王的传奇故事第72集，小主题是大臣的晚年期。晚年了，72集。首先跟各位复习提醒，我们生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修行证得涅槃，为了修波罗蜜累积功德，所以每一天各位要精进努力修行，边工作边照顾自己的心，行住坐卧都要观想祖师，这样的话才早一点证得法身，体悟到内在的快乐。尤其是我们生而为人啊，有目标，有目的，我们应该去研究，去了解跟自己相关的知识。我们从小到大学了很多东西，对吗？连上班工作也要学，那这些东西也就是为了养活自己的生命而已。不过我们活下去为了这个目标，寻找生命的答案啊，跟自己相关的答案。假如想知道跟自己生命相关的答案的话，要自己来证明，修行证得法身。好，我们先听一点佛法，再跟全球大众静坐抗议啊。大臣的晚年期，祖师所教导的ศูนย์กลางกาย ฐานที่เจ็ด。ศูนย์กลางกาย的意思是体内中心，ฐาน来自巴利文ฐานะ，意思是处，ที่เจ็ด是第七，总意思是体内第七中心处，这里是我们心的安住处，也是我们生死睡醒的地方，最重要这里是向往涅槃的地方，也是成功与快乐的泉源。这个修行方法是佛陀时代诸佛诸圣人用来成佛成道的方法，只是帕门坤提摩尼祖师重新发现回来教导我们而已。这个修行方法就传承到法圣师父时代，法圣师父目前还健在，也正在关心各位的修行，希望全球弟子早点证得法身，体悟到内在的快乐，找到体内的依靠，归依处。所以我们先向祖师跟法圣师父顶礼感恩，感恩祖师跟法圣师父教导我们修行静坐感恩。法圣师父在十多年前有开过梦中梦幼儿园学校，我们吉林法乐园节目只是借用师父开示过的内容来给各位补充解释而已。佛法虽然深奥，但容易证得，初步修行各位不能动脑，不能研究分析什么，要学幼儿园的方式，简单轻松舒服的宁静在体内第七中心处。当各位的修行境界幼儿园毕业后，马上获得博士学位，能学习佛教里深奥的法，想要学吗？佛教可以比喻成这个木片，最外围是仪式跟文化。当佛教传入了哪个国家，就会入境随俗，仪式跟文化可能会变，但里面内层理论、实践与验证总不会变，这是佛教的整体扣扣相关。当各位的时间短，要重视修行，让自己能赶快证得法身，验证佛法。
好，复习昨晚的课一点点哦。除了口传方式传承佛法之外，另有一些古代高僧也使用记录方式，或是把佛法记载成古代佛经，并赠送给弟子。之后，这一部部的佛经得以代代相传与保留下来。然而，古代高僧送出佛经给弟子之前，必先考核过。弟子能熟练地背诵全部古代佛经后，才赠予那一套艰辛制成的佛经做奖励。犹如这位大臣，如果我们回顾他出家之前的经历，那时大长老还未圆寂。这位大臣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老师所教导的法大部分都能背诵和记存。这位大臣通过精进的学习，大长老所教导的都全部记存了起来。虽然如此，本性勤勉的他全然不放逸，经常复习那些佛法，也借用做笔记帮助背诵与复习。当时这位大臣做了很多笔记，复习了很多佛法之后，越来越看得到各条佛法之间更多的相连关系。况且也因曾常向长老请教佛法上的问题，使他更清楚明白自己所研修的佛法。此外，加上这位大臣以正得体内的法身，尤其是跟着大长老学习法身法门后，更能精通佛教的理论实践与验证。所以他为大众开示佛法时，每个细节都会分析得一清二楚。古代高僧的佛法开示，透过诵经或朗诵编辑成诗的佛法，在阶居士们仅是一旁恭敬聆听，高僧并未多加补充的解释经文内容。但这位大臣的佛法开示特别显得与众不同，除了给大众居士背诵编辑成诗的佛法之外，还把诗中的法条一一详细解释，并且加以分析，也举例说明。这样详尽的佛法开示，听众更能清楚地明白佛法。这位大臣使用如此与其他法师不同的佛法开示，在那个时代里说得上是首创先例，是后代法师开示的楷模。昨晚到这里，今晚的内容，大臣的晚年期。首先强调，出家国王是出家国王的传奇故事属于法圣师父的梦中梦故事，请大家开开心心的听，听成传奇故事就够了。不过时间也到了，我们先跟全球大众静坐抗议先了。夜晚的黑暗中也有星光，祸中也有福，障碍中也有机会。透过修行静坐，对世界现况和不正常的生活感到心烦的这颗心，也能体会到快乐。所以现在开始，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静坐，轻轻地闭上眼睛，
眼睛微张，舒舒服服的闭上眼睛，放松整个身体的肌肉，让自己感到舒服，没有任何部位绷紧，放松全身的肌肉，整个身体从脸部、头部、颈部、肩膀，直到手指尖，让身体的两侧都感到放松，双腿直到脚趾头，全身舒畅，保持内心的清爽、开朗、清静、透明，没有担忧什么，不管任何事情都放下不理，放下万缘，不管世界现况是怎样，把伤害我们心的那些事都忘记掉。现在是和平的时刻，是我们能送给自己的礼物。方法很简单，把平常到处跑的心接引回归体内，想象自己身体是空的，没有任何内脏，就像宽阔空旷的地方。接引心回来安住在体内，把心轻松的安放，大概安住在肚子的中心，或哪里舒服，就放在哪里，让心轻松舒服的安住在身体的中央处，如同羽毛慢慢地飘落水面上，不让水面上产生波纹，让自己连续的感觉心已回归体内，轻松地安住在体内了。我们可以轻松地意念自己熟悉的画面，比如太阳、月亮或天上的星星，内心只有那个画面，心才不会回去想
去担心其他的东西，轻松舒服的维持在那个画面。如果这个意念不舒服，就重新开始，或者意念了，却回去想别事，我们就简单舒舒服服的重新开始。我们也可以在心中轻轻的默念Samma Arahang Samma Arahang Samma Arahang Samma 是真是善的意思，阿拉行是远离让人生受苦的那些不清净的东西。萨玛阿拉行即是净化心的正确法，让心正得人人可得的最清净境地。我们要继续默念萨玛阿拉亨，让默念的声音从我们身体的中央处慢慢的散发出去，心才能专注在我们所观想的画面和默念的声音。当我们天天不停地练习，我们会生奇的发现自己也能让心止定，虽然只是小片段的时刻，每天继续做，直到自己能自然地做到。如同吸气吐气一样，不用动脑也能呼吸，我们就能训练让心远离一切污垢，让心清净透明。清净透明的这颗心能连接内在的清净能量，防护体外所有不清净的东西。清净的心将让我们想好事，说好话，做好事。这是现在人类所缺乏的，就等于我们正在帮忙保护世界。
全世界各地静坐所产生的清净气息将散发出去，保护地球，维持宁静在清净中。它在我们体内慢慢的产生，默念萨玛阿拉亨，萨玛阿拉亨，萨玛阿拉亨。体会到自己体内清净能量的来源，就可以开始想象内在清净的能量朝四面八方慢慢地扩大，清净的意念使清净的能量是一颗透明的球慢慢地扩大，笼罩的我们身体，再从我们身体扩大覆盖到家人、邻居和全球人类，无论是任何人，我们都把善意和清净的能量传送给他们，把充满着爱和关心传递给每个人。愿每个人都远离生命的危险，大苦化为小苦，小苦就能脱离痛苦，少乐变成大乐，已经很快乐的人就更快乐。想象我们正在把
善意传递给全国人民、邻国、各国各地，无边无际的地方，让全球人类身心快乐，互相同情了解，无担忧，无压力，无烦闷和一切疾病，让此清净的能量回向给历代祖先、父母、亲戚朋友，不管已经往生还是活着的人，都愿他们快乐，具有心力，脱离痛苦、灾难、疾病、一切障碍，一切众生也愿他们快乐，脱离一切痛苦、灾难。愿此清净的能量渗透人类和众生的身心，净化人类、众生和世界不清净的六界，如同我们正在净化这颗地球，让它透明如水晶或钻石，只剩下清净，脱离一切污垢。不论外在的新冠病毒或内在控制人心的贪嗔痴烦恼病毒，使人类互相误解、冲突、杀害、打仗等等，让世界转换进入戒律和道德高尚的新时代。人类心中的清净道德覆盖传送保护世界，使世界超脱不清净的一切。心已经平静快乐了，那现在请每一位慢慢的张开眼睛。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ภะระปะตาปัจเจกานัญ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รหันตานัญ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ะคั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พระวันตุเตสุยสีตาเจียจิ้งจวกข้างอิตะกุ้งเตสาธุไหลทิงจินหวันตะเคอเจ้าเว่ยต้าเฉินผู้จินใจฝอฝ่าใครซื่อ表现得如此有意
还十分乐于分享自己所学获的法，经过精心的集合与编辑，著作成语言文字浅显易懂的佛书。此外，针对意义深奥的专有名词，特地加以补充解释，让读者更能掌握佛法知识。由此可见，这位大臣在佛教史上的贡献，利益编辑后代新比丘的修行，让他们比较容易掌握学习佛法的方向，这是很重要啊。假如有古代高僧或者论师帮忙补充解释古代的佛经的话，后代比较容易了解，容易明白。也有个自我锻炼的标准模范。对在家居士来说，研习佛学佛法也非常适合的。这位大臣的佛书著作不只是令当代弘扬佛教与法身法门达到一致的方向，并且快速的广布弘扬。在那个时代里，这位大臣所编辑的佛书获得当代僧众的认同与赞赏，也就成为当代大众学习佛法的手册。近世也一样啊，慈明师父编辑了很多，撰写了很多佛书啊。这位大臣所编辑的佛书利益了当代僧众之外，还设立了佛教图书馆，方便僧众和在家居士们学习佛法，成为搜查佛学资料的地方。这位大臣如此投入自己的智慧与精力，真可说是为佛教奉献生命来弘扬佛法。这位大臣如今已培训出新一代弘法法师的团队，终于后继有人来分担并代替负责弘扬佛教与法身法门的任务。今世也一样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法师来代替慈明师父弘法。况且年事已高的他，希望实现心愿，把时间投放在自己最爱、最想做的事情上，也即是专注于静坐和撰写佛教经典。有更多时间边翻阅佛教的理论，研究考察古代佛教的经典，也便修行静坐。当他翻阅古代佛教经典后，一旦有疑惑不解时，必会盘腿打坐，让心静定进入他所证得的法身中心处，寻找答案来解惑。这是他静坐修行中获得无比快乐的源泉。在禅定中进入体内法身的中心处后，中心处的知见就能除尽他所有的疑惑。基于此原因，这位大臣每次静坐寻找到佛法上的答案时，都会十分喜乐欢快。前尊佛陀时代，舍命舍父能放下其他的工作，交代给其他人做，自己就打坐撰写佛经等等等等。今世
比较忙碌，因为人生真是人的生命啊，平均的寿命比较短，工作还没完成啊，所以师父就无法放下所有的工作，交代给其他人来负责，这是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法上师父也希望，舍命师父早一点放下工作，给其他弟子做，然后来研修法身法门的，这样比较才如同前尊佛陀时代一样。法上师父出了这个概念，就也是这个用意，希望舍命师父如同前尊佛陀时代一样，晚年呢、但是要是遇上非常深奥难解的佛法问题，自己难以寻获答案，只得请教于长老帮他讲解这些佛法的问题。这样的学习态度与精神，让这位大臣最终能透彻的精通佛法的内涵，成为当代其中一位佛教的多闻者，就是知者。这位大臣自从利用更多时间与机会，持续跟长老研修细腻与深奥的法身法门后，修行境界获得显著进步，一日比一日更深入细腻的境地。就是仅是最后一个目标，法圣师父希望师命师父能如同前尊佛陀时代的这一点，早点放下工作。这位大臣的晚年期，除了重视静坐修行和编辑佛书外，也经常前往国内外的附属寺院，探望各地寺院的法师，为他们分享佛法，并给予鼓励，也向他们强调出家修波罗蜜的宏愿。此时此刻，我们应该观察到，这位大臣很会利用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尽心竭力的修波罗蜜，成为后代弟子们的好榜样，可说是他绝不让自己的呼吸白白的浪费，每一口呼吸如同佛教的慧命，利益着当代的佛教与世界，与世界里数不尽的人众。洒脱。好，佛教问答。大法身塔上的法身佛像，顶礼师父，感恩师父在佛学与修行上的教导，做出充分与有系统的分享，令弟子可以轻松舒服的学习与实践。弟子有几个问题。第一，听一些法师分享过过去的原始佛陀，他们的波罗蜜力很大，波罗蜜威力很大，可以把身体的四大净化而带入涅槃，是真的吗？有什么用意？第二，在大法身塔舍利塔中的纯银大佛像，造型特别。头顶没有莲花顶髻，眼睛张开，而袈裟也有点不同，而且自身佛像也是眼睛张开，却没有袈裟。其实有细腻的袈裟，很有趣，希望了解多一点。就要问说，了解为了做什么？
了解了，就为了修行去验证啊，验证去证明这些，法身师父是我模拟出来，成大法身塔，真正是怎样？要验证，师命师父曾经问詹孔若勇老奶奶说：“为什么人的舍利能变透明？”詹老奶奶回答说：“人累积了功德波罗蜜和持续净化身口意，达到某个程度时，不只是心灵会清净透亮，清净的能量也会在体内扩散到全身，连骨头也会透明清净起来。如此持续净化达至顶级程度时，连肉身也能变得清净到透彻明亮，然后带整个肉身进入涅槃。法圣师父也曾经开示说，进入涅槃的佛陀中，其中一种是生死轮回在世间里修波罗蜜期间从未结过婚的。当波罗蜜圆满成佛后，非常清净到整个肉身也变透彻明亮，然后进入肉身涅槃。不过，时至今日，已是好久好久没有此种佛陀的出世。大法身塔上的法身佛像，就是此种进入肉身涅槃的佛陀，所以才没有连累的顶际。乌龟需依赖外壳保护而有力量，肉身如体中体的保护壳。细腻的体中体本质有如浮游的魂魄，虽是看到世间物体如一个杯子，也无法拿得动。但人要拿动杯子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肉身的力量啊！一举，就上来了。肉身在修行禅定中进入中道后，将产生无比强大的力量，足以战斗降魔，到达法的究竟。人、天人和梵天人因细腻的程度不同，所以所穿着的服装就不一样。境界越细腻，服装也越精致细腻，所以大法身塔上法身佛像的服装也是如此。这是答案。好，今晚时间到了，祝福各位和家人一起听闻佛法的功德，静坐抗议的功德，诵转法轮经的功德。祝福各位和家人健康无病，远离新冠肺炎，财源滚滚，修行进步，证入法身。祝福各位和家人晚安，明晚见。